我干嘛相信啊？这个世界上有鬼，嘛不可能相信你黄雪琴一支嘴啊！安怎？羡慕还是嫉妒？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啊，脑容量哦就这细，你根本就无法度想象哦，我一个人会当做偌济爱心的代志。哇，搁去海边啊捡垃圾，啊搁有……好啊，等一下，这代志我无想要知影。你哦，鸡鬼啊，就是安尼，分到遐尔啊大粒，然后一下就破去啊。你黄雪琴哦，我拢熟悉遐尔啊久啊呢。啊，你规身躯哦，啥物拢有啦。啊，不过足可惜的，是无爱心。对，就你这个人上无爱心。我问你，啊，恁家的病医，你敢有去甲迄病人推轮椅、擦身躯？我有呢，我为着阮晨晨，我啥物拢会当做。小看。哇哦，搁会当为着阮晨晨做导盲犬，是讲哦，替迄袂顶袂当的病人哦，切身躯真正有够臭的。我若讲我无法度食物件，真正是想无的。人家艺术家哦，头壳唔知伫咧底啥，就伊伫咧甲人糟蹋，叫人哦去做啥物爱心啊，真正是有够了。对不起，苏老师，你当时来。你都无出声啊？晨晨呢？晨晨想画什么？晨晨是因为想画的东西太多，所以不知道要画哪一个吗？不是啊，那还是完全没有想法，不知道画什么。哦，那这样子好了。我们先从画晨晨的手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把一只手放上来，把手指头都打开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把笔拿起来哦。来，只要这样子，沿着自己的手慢慢的描，你看。是不是晨晨的手就画好一只手了耶？机会如此真切的凝望你，好像听着中文好难你熟悉。我总是会放不掉你的手啊。这五年来，每一遍我心痛到无法度坚持，想要放弃的时阵，拢是因为你，让我有活落去的勇气。晨晨，妈妈就想你，妈妈就想要甲你讲。这是你的亲戚妈妈。